大家好，我是 CJ Lim， 来自 GBB 的Good Dream Builder 创办人 and CEO。那么当初我是怎样进来这个保险这个理财事业呢？因为我发现到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所以当我了解过后，我就转行了，就加入了保险这个理财这个行业。刚开始进来这个行业，都会有面对很大的挑战了，面对很多人脉的不足，又没有销售经验。那么很庆幸进来这个行业过后，又遇到了很多的一些良师益友，包括我团队的一些伙伴，我的一个寿险事业的导师陈以翔导师。我相信我们在未来啦，会走得更好，会走得更远。那么如果你要我给一些建议年轻的企业家，我觉得你要想好为什么你要走创业这条路。我觉得你要跟自己讲，你要 commit to the game， 你真的要为这个行业把你的精神你的时间付出在你的这个事业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念。 Hello, I'm CJ Lim and I am 100 MIYE。